深夜食堂，顾名思义，就是专门在晚上营业，走的是宵夜场路线。台中最著名的深夜食堂，就非公益面摊莫属了。著名的花枝面，花枝数量蛮多的，口感不错，软硬适中，肉燥香且较浓郁，搅拌过后味道刚刚好。石井面配料也不少，有花枝、虾仁、鹅啊、猪肝，配料丰富，而且味道浓郁。他们的另一个主角就是卤味，卤汁的味道、香味跟咸味都刚刚好，还带有一点点的甘甜味。猪皮也卤得非常的软 Q， 吃起来非常的顺口滑嫩。最后再来碗石井汤，那种满足感真是无与伦比。来到台中，半夜睡不着，不妨来试试公益面摊吧。